叹什么气啊？你说叹什么气啊？我是真着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说你把我这俩一块把这上面的水泥插上，你也不干。凡算到什么事你都不愿意干，只要干活的事你就拒绝。有意思吗？这个活儿累吗？多轻松，那么就把这水泥插下来不就行了？你光说我拒绝，你没看到过我干的东西是吧？那么你现在不是没应声吗？没应声把我插上哪么了？我天天这么干，不是我叫你来干活的，叫你来耍的，就是用人往前，不用人往后是吧？谁用人往前，谁不用人往后？你就把我插上哪么地了？咱俩一块插，插得快，插完了就回去。哎呀，我不插，哎呦，那个就把水弄破了、哎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给你干任何事都是理所应当的？不是说理所应当，我就让你帮我干干他那栏目了吗？我其实真着急你了，啊，我发现哈，咱俩是真不合适啊，真的。你就适合天天在家里跟个花瓶一样，天天花枝招展。哪里的花瓶能给你干地里的活？哎，行行，我闭嘴了。能给你干那么多？你看行就行，不行，这里谈也不行，谈了赶紧分手啊！咱俩自动行了，我是开狗呢。你就姓我没开狗你？那就分手嘛，你在这叨叨死嘛。你确定分手是吧？确定。我发现了，我给不了你幸福，我就一庄户人。你去找你的幸福去吧，去当你的阔太太去吧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想要当阔太太？哎呀，不用，你就阔太太的名呢。哎呀，配不上你。我跟你在一块，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挣多少钱了？俺配不上你，俺知道俺配不上你。好啊，咱俩就拉倒吧。好啊，给不了你幸福，真的给不了你幸福，就这样吧。我真是着急了。我劝你不要拿出这副样来跟我说话哈。我跟你在一块，我就算没功劳，我也有过苦劳。我给你干过很多事，你自己都知道。好，俺错了，行不行？俺对不起你，给不了你幸福，行不行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好好。就这样吧。你天天就会拉着我上农村来干活儿。我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不应该多为自己的未来想想吗？你天天上这农村，就这个，就寻着你这么个破院子干活儿，你能挣来什么到底？天天这么干、啊。哎，愿意啊！我一点未来都看不到，麻烦你。啊，对对，你看不到未来，所以我给不了你幸福吗？我承认。那么你去寻找你自己想要的未来，自己想要的幸福去吧。那么我说的不在理儿。你这什么态度？那么就实话实说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不到幸福，所以我给不了你幸福啊。你给不了我幸福，所以分手就你来说。哦，你来说。有完我干完活之后，就可以你来说分手。我就这么一件两件事儿没给你干，你就看眼泪去了，你就拿着不放了是吧？你这意思就是说分手不应该我提，必须得你提。好，那你提吧，那你提吧，你提吧。你什么毛病啊？你说的话你不会后悔吧？肯定不会后悔的，你放心吧。你确定你明天怂了，你不会返回是吧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这俩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你知道吧？根本不可能走到一条直线上，还必须趁现在分手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就算是这俩走到以后肯定能打破头。今天这俩性格真不合适，我现在这个状给不了你幸福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分了吧，好不好？反正以后就算是你有事儿想找我帮助，我只要能办到了，我肯定能帮你，行吧？这我心里话。嗯，睡后会是小狗。好，你满意了吧？满意，你满意就行。这样就为真两个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，谁也不欠谁的，可行吧？其实分开一点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人还放不下。我们两个在一起说是两年，其实算算也有差不多快三年了。这三年他真的有无数次把我气哭，我们也有无数次说过要分手，但是最后都没有分。为什么没有分呢？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被他哄好了，就是第二天他跟没事人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可以过去了。我以前一直都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只要劲儿往一处使，
一条心，那就没有什么打败不了的。可是我发现，现实真的很难打败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原来年少情深真的可以到相看两厌。当两个人在一块儿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的时候，我感觉这段感情真的就是很难挽回了。如果说分开以后两个人都会有个好的开始，那么就不如互相祝对方幸福吧。